严敏离开极限挑战两年后打造的全新综艺开录，嘉宾阵容确定。如果你是极限挑战这档国民综艺的忠实粉丝，想必对于严敏这个人非常的熟悉，他就是跟极限男人帮一起通力合作，成功将节目打造成与跑男并驾齐驱的超人气综艺。但是对于如今的极限挑战来说，随着固定嘉宾的更换，同时严敏的离职等诸多原因，也让这档节目的人气开始一落千丈。从去年的第五季开始，就已经逐渐失去了极挑的核心主题，而到了今年的第六季，更是将节目改得面目全非，口碑更是跌至谷底。现在作为男人帮的六位成员当中，除了罗志祥以外，几乎都在自己的领域继续发展，而与他们一起成长的严敏导演，在时隔两年之后也终于有了新的动作。目前据某娱乐博主爆料，继极限挑战之后，严敏再次打造一档全新综艺，节目叫做德云逗笑社，如今已经正式开录。